你们这光有多？哎呀呀，太漂亮了哦！好大的肉啊，我的天！啊，丰富，我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它肉这么大呀！好大的魔眼肉啊！想象一下，跟巴掌这么大。看，这个抓进去了。哦，哇！他这是退潮没找到沙滩吧？对对对对，退到礁石这里边了。它是，看沙滩在不远处，它就差了1公里。沙滩在那里。哇、哦！再快看这里边，好大一条鱼啊！耶，正好拿着工具啊，来吧。哦，一下子就提起来了。里边进来一个海蛎子，这个鱼怎么回事？张大口不活了吗？哦，还是活的。看，受伤了。受伤了吗？呀哦，你看它这里受伤了，这里伤太厉害了，受了，放桶里。哎呀，发现一个龙虾！哎，这是它在它的窝里。哎，快把它拽出来，要不你跑了。哎，万一它的家在家，快打它！哇塞，吓我一跳！我当时哈，我既害怕它夹我又害怕它那个钻进去出不来，那就太可惜了啊！哇塞，我的天，不是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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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以为他不弹了呢，吓死我了。哦哟，可太吓人了，刚刚我是冒着多大的风险，冒着被他夹的风险。咦、哎、看多么厉害，我是冒着被他夹的风险把他给拽出来，也就是说喂了口吃的哈，差点不要手了。走给他放桶里。看，我发现这里一只小海星，走过来一看，这是个啥？哦呦妈呀，鱼钩，钓鱼用的钩啊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在海里危险啊，能把我的水鞋给穿透了，我得带出去。哎呦，这个小海星在这里贴的可真严实呀，但是个头太小了，而且还有点瘪，不要了。放在这吧。这是个啥？螃蟹，螃蟹，跑了。来，是一个小花盖。哇、哦，这里一只猫眼螺。哎呀，看这大肉啊！哇、哦，哎，掉了，可太脏了，这个猫眼螺，收了啊，个头不小。你看，哎呀，你刚我桶差点压倒它了，不是它要爬你桶上？对对，哎呀，这里一个鲍鱼，是不是八爪鱼吃的？不行了，这一个，但是带走啊。嘿，要往我桶上爬，那就去我家吧，瞅一下你。我的天！这是不是好多鲍鱼啊？哎呀，看这一堆是几个？3、4个，反正我也看不清。看这个，哎呀，哦吼，吸的还挺紧的，不错不错。这个是海蛎子，我差点又给它看成鲍鱼了。螺，哎呦，这几只鲍鱼可太爽了。看这两个比较小，这3个比较大，是不是啊？小的找小的玩，大的找大的玩。收了，走，收。哎呀，看，这里边有八爪鱼啊！哇塞，还有一条！哎呀，这推大潮赶海就是爽呀！给放下。走，里边有木有？没有。已经过来了，我看看这个石块底下有木有。哎，哦，呀，这是邻居，这里是两口子，那里是两口子吧？哎呀 ，sorry， 这个石头太沉了，差点压到它了。如果不是它，哎，不会说了。要不它是软体的，要不是因为它是软体的，估计都压到腿了。哎，收了啊，哎。我发现它是不是一条鲍鱼，一只鲍鱼啊，激动的都不会说了，我过不来。哦，耶，看过来还有一只，这也太神奇了，收了啊。吸着个石头，我以为它吸不住，其实它吸着石头。哎，太脏了，黑不溜秋的，洗一下，收了啊。看那里还有俩扇贝，慢点。刚才我摔了一跤，慢点，慢一点，注意安全。啊，两个小扇贝，哎呀哈，哎，不错不错，
我跟你们说呀，摄影师都堵了，我在这里又找到一只，我又把它叫回来了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哦，在这里边。哎呀妈呀，吸得好紧，哎呀抠不下来。哎哎，看是不是舒服，太开心了，收了。